每当您想到伊利诺伊州令人兴奋的大都市之旅时，芝加哥可能会首先浮现在您的脑海中。但您可否知道，奥罗拉，伊利诺伊州第二大城市，拥有非凡的购物、娱乐和饮食享受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在这里您会感受到城市与城郊的完美融合。到访派拉蒙剧院，就可使您直接走进奥罗拉精彩的世界知名艺术氛围。建于20世纪30年代，剧院漂亮的装饰艺术风格非常值得一看。在80多年的历史中，无数著名的演员在此登台，而今日这里则是观看托尼奖获奖百老汇的表演、著名喜剧演员和国际音乐表演的绝佳场所。而想要更多的娱乐项目，就要来奥罗拉地区最新的娱乐场所之一，位于好莱坞赌场的中心舞台。舞蹈乐队、乡村乐队、经典摇滚乐队等等都会在这里为您提供演出。当然您还一定要留下来享受这里拉斯维加斯市的各式娱乐项目，结束后还可以在艾皮克自助餐或菲尔班克斯牛排餐厅享用晚餐。当然每晚出席各类精彩的演出，可能也让您穿进所有款式的服装，但幸运的是您可以在芝加哥名品折扣店找到不少很棒的新衣服。在这里您会找到近120多个名品品牌，并提供一流折扣，从阿迪达斯到阿玛尼、凯特斯贝到凯尼斯科尔，童装、鞋子、饰品、家居用品及各式礼品，几乎可以让您购物到天亮。如果您准备好要从城市的喧嚣中挣脱出来，好好休息一番，就一定要来法恩斯沃斯楼，来参观这座建于1950年代的国家历史地标，它是现代民居建筑中最著名的典范之一。位于离芝加哥不到1小时车程的奥罗拉，是您周末度假的绝佳之地，而这里丰富多彩的各项活动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。为这里的音乐、器具、购物和餐饮场所而来，这座独特的城市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。